刚刚在 TikTok 看到一个影片，说馆长跟他比格斗，说本人是他赢，到外面那边的人才判你赢。哎，这个到底要问几天呢、啊？我到底要就一个，比如讲说，改天又有一个人，然后他又说啊什么，他给我打一场啊，是不是就要好几天就这样？我再讲一次啦。哦，谢谢董内 bro， 谢谢750块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的支持啊。我讲很快，16年前的比赛就这样。哦，那时候呢，他也没有意见。哦，判完了啊，比赛影片都在上面。你认为比赛影片都在上面？好像我的频道也有吧，都在上面。你可以找得到那场比赛，你从头看到尾。你认为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好不好？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再来啦，好不好？那如果说他说当年那场比赛他赢，因为我也很，因为那根本没什么蔡奇亚杯嘛，那个是协会办在西门町，对啦，16年前算非常大的比赛啦，因为在西门町哦，西门町把路挡起来，在西门町那个加州前面直接摆个擂台在那边办，在当年16年前来说的确很前卫，也是台湾算蛮大的比赛哦，也蛮多人看的，现场那时候真的很多人。只是那时候网络不发达啊，2008年嘛，操，那就这样。那如果他认为他赢的，好，那他赢，因为我不在乎，那他就是当年的冠军，我不是，因为我不在乎那个谁赢，好吗？我认为格斗是一个过程，格斗真的是一个过程。我你可以很喜欢这个格斗的东西，它是一个过程，它是一个可以让你修身养性的过程。你一定会很有竞争，就是说那个竞争的心态，我想跟别人对打，测试我自己的能力。哦，那格斗是一个修身养性、自我抵进，因为你最大的敌人还是你自己嘛。就像我练了这么多年的身体，我每一天、我每一年，我都不断的还在折磨我自己，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还不够。哦，那在这条路上，虽然很可惜的是，我已经45岁了。但是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多学习一下武术，多学习一下 maybe 泰拳 maybe 柔术 maybe 综合格斗 maybe 我们还永远都保持着学习的，永远保持着求知的心。那这跟你去呛人家打不打这个都无所谓，或者说谁比较强谁比较弱那也无所谓。我在，因为我以前讲过，我现在重新跟他讲，全台湾，有练格斗的，我再强调，全台湾有练格斗的最弱的人就叫做陈志翰。陈志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我自己来评论，他是就是一个很爱武术、很爱格斗，但因为要做生意，好不好？因为要做生意，因为要顾这么多员工，因为要顾这么多粉丝，所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身体体能只有一副，因为我又爱健力，又爱健身。又爱柔术又爱格斗，我还是会练。谢谢董内啊，兄弟，谢谢你支持我啊，谢谢20块，那什么美金，好不好？虽然我们热爱这些运动，但是我们是最弱的，所以我们保持这个心态，永远我们把心态跟大家都一样。我为什么常跟大家讲，叫大家来一起练？因为我们都从零开始嘛。馆长到现在还是跟大家讲。我真的没有很厉害，真的啦，但是我热爱这个运动，我也希望把这个运动推广给全台湾的所有的人，记住，练身体，练格斗，它不是用来吵嘴的，练格斗也不是用来拍影片，去呛人家要不要跟你打一场的，虽然这个有票房效果，有戏剧效果。但是最终我们走正道，练格斗是强化自己的心智，强化自己的身体，让自己更有自信，让自己人生有个目标可以追寻，让你去做有意义的事情。今天要去伤害别人的方式太多，要击倒、要杀死人家的方式，比这个更快、更简洁的、更利落的，那数不胜数。你可以使用各种武器、各种手段，你要打倒一个人。但是为什么要练格斗？因为格斗是一门艺术，好吧？讲到这里，那你如果说谁要跟我打，我再次的强调，
馆长不打吗？不接受挑战吗？当然接受，当然接受，任何人都可以来找馆长挑战，但是请把钱、价码、合约，我们谈好收入，谈到我高兴，钱带满了，好，哦，就像我们看电影，只要你有200万美金，谁都可以加入亚洲普克王慈善普克王大赛，是一样道理的。只要你有200万美金，可以付给馆长。那在哪里？何时打？对不对？我们都可以商量。好说，没事。第一回合倒，第三回合倒，第五回合倒，只要大哥您一声指令，馆长，第五回合的时候你记得，哈，第一回合的时候3秒就倒，是我马上倒下去，没有问题。好不好？我粉丝也不会怪我，我回来，他们粉丝都说：“馆长，你怎么那么丢脸？”这时候我就会很大声的跟我支持我的粉丝说：“赚钱嘛，不寒碜啊！200万美金，你输不输？你输不输呢？输不输？你输不输呢？你也输嘛，你也会输嘛，你也是输啊！换做你，你也输。馆长输得好。”输得妙，对不对？200万美金再拿个几十万美金出来买个 iPhone 给你们抽抽嘛，买个杜卡迪嘛，是不是？买个什么小的嘛，好不好？哎呀喂啊，办个粉丝见面会招待费嘛，用抽奖的，好不好？哎，那你不拿钱，你就用奖的，哈哈，是不是？啊，所以我质疑一个人就要来，这也太好削了吧？啊，我质疑什么女星是假胸部是做的？莫非她就要那个就要出来约一天啊，来摸啊，敢不敢？来摸看是不是假？那个女孩子会这样做？不可能嘛！你在侮辱一个人嘛？你敢不敢给我摸？啊？就人家讲一句我们就得做，我们不做就是怎么样，不是不做，钱看多少钱，好不好？我在这边再讲100次，全台湾不要说他，全台湾所有人都可以跟馆长下挑战书，约我打一场，这是工作嘛，就像我们接工作嘛，是是是，那您要打一场，那您的价格您准备了多少钱呢？哦，是不是我们要从这边开始强谈嘛？那我觉得你这个钱真的不够啊。哦，你稍微思考一下嘛。我刚刚前面讲个数字嘛，每个月光薪水好不好？光薪水，光这些厂租，光摊提一些成本付给厂商。一个月这边坏那边坏，一个月要花4000多万，那你要跟我打一场，你要准备好钱嘛，不然我干嘛？哎，我场馆要用钱呢，我要赚钱呢，我要花公司呢。馆长，请问8楼插班完全跟不上，大家进度如何适应？期间要怎么会跟不上进度？大家都新手啊，都新手哎，刚开而已，怎么会跟不上进度？所有人都新手啊，所有人都新手，你就慢慢练，慢慢练，你可以一直问教练。他就叫你练什么，你都问教练。那教练，我们的教练都很专业，都很好的，没有跟不上的问题，没有跟不上的问题。柔术就是什么？他的技术面是一样的。厉害的人就是把那个动作练到炉火纯青，就这样。哦，比方你做不出来，他做得出来，因为他练了10000次，所以没有跟不上的问题，只有你今天练哪一招的问题。好不好？如果有机会，我去新庄你们开馆，馆长跟你们一起练都没关系啊。我相信教练教的东西都是非常实用，我也可以一起练啊，真的、啊。嘿，真的啦，你就下去一起练。你说，哎，我有点跟不上，教练请问一下，他就会帮你调整。你看，又有人找这样讲，怎么？你看，每天解释不完，聊天室的你们帮我解释一下好不好？我怎么又看到了什么什么新的哈、啊？
啊，一三一三亮心经，为什么叫什么心的都很奇怪啊？什么什么心，什么什么心？不是啦，我们就最烂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不用说什么啊，什么公不公平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就最烂，最烂。我们来回忆一下，好不好？那一年的画质就是烂，16年前的画质。解释一下规则哦，稍微解释一下这是什么规则啦，好不好？当年流行的哦，当年流行的叫做散打规则。什么叫散打规则呢？把对方摔倒或拖倒就三分。所以摔是一个很散打世界嘛。如果大家有练过散打都知道，以前就是散打，散打又称自由搏击。他为什么两个都会抱在一起？因为两个为什么都会想要去扣对方的手？因为摔有算分。所以摔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数，就你不断可以踢、可以打、可以膝撞，这一场有开膝撞，你也可以摔人家。那摔呢，分数又占最高，所以那个时代为什么大家都会抱在一起都会摔？也许你看不懂，但是为什么会抱，就是因为大家都想要去摔对方，大家都想要去摔啦、给摔啦、给拖头卡啦，那你可以明显的看到，他就在后面就一直跪嘛，三点着地就算触地板就三分。那你看，从头到尾就三分、三分、三分、三分，哦，啊，打到的打点几率也是我比较多。那当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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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没有意见，因为这是很久的比赛，哦。那如果说我输，那我现在就说啊，这场比赛赢者是啊东兴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改一下，改一下，因为这个根本就靠北啊，就这样子嘛，就那个年代算大比赛啦，不过现在以现在这个年代回去看，就是一个很小的比赛。也不是很重要的比赛，打的也不好，因为他允许爆嘛，允许用散打规则，他就是一个很奇怪的规则。他把泰拳以前就是这样嘛，为了要增加哦这个比赛很厉害，他就把泰拳的膝撞放进去到散打，散打是不能膝撞，然后散打的规则又留着哦，所以这场比赛呢，他就打起来就是这样，看起来就会变成有膝撞很奇怪，又在摔，但没办法，那时候。教练下的指示嘛，就是都我们在旁边听指示做嘛，哦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说他对比赛有意见，那没关系，
那这一场其实也没什么，那就算他赢、哦、我都没有意见，可以的哈。这个就不是什么很好看的比赛，我也打得很鸟、哦、我也打得很鸟，我觉得那场我打得很鸟啦，就是太多人看，然后那个擂台又狠，那个擂台他架错了，这个擂台他是摔跤擂台，狠，你有没有听到一直 bi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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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ang？ 摔跤擂台、哦、你在上面人都会晃，很难打，这场比赛超难打，因为你站在上面他会晃，因为他前面有一个摔跤表演赛，那我们这个跟摔跤联盟、摔跤协会的人都很好，所以摔跤协会提供这一个擂台，但是这个擂台是打摔跤用，打摔跤用的那个地板呢，它下面都有撞，不然摔跤摔下去不是都会痛吗？为什么他们一直被摔不会痛？就是因为那个地板它是这样，它很弹，所以你会听到我们两个在上面一直这样。一直听到那个踩那个当当当的声音，因为它是摔跤擂台，很晃，超晃的。那时候他妈他擂台这样，妈的一直跳一直跳，所以两个人抱在一起，你会发现哇哇，好像在船上摇啊。所以很累，说实在这样很累，因为他妈的真的是很晃很累。你仔细听啊，听到那个踩地板上的声音。你这样变变变变变！像我刚刚超爽，一开始我要挡，结果像我的第一集被踢到了。有没有？变变变！那个多晃，就代表说他这个擂台真的很晃啊，很就嗨哦。所以有人听到我们踩在地板上变变变变变，你有听过泰拳擂台是这样会变的？你有听过我们那个八角楼会这样变吗？所以他这个真的是蛮晃的啦，就砰砰砰砰砰很晃这样子。那一场我也打得不好啊，对啊，我也打得不好，那踩下去软软的啦，踩下去软软的。哦，那我们也哦，我们就没有打得很好，对啊，我们就没有打得很好，就反正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嘛，我们都有所进步啦，那个就是这样子嘛，好不好？就这样子。